我刚量体重，我竟然有58公斤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郑仲英，煮糖仙，一种吃了会瘦的糖。挑战为期3周的实测计划，可以把你体内囤积的宿便全部都清干净哦。第7天喽。煮糖仙是从苹果、红萝卜、玉米芯萃取出来的，100%的纯天然，所以可以让我吃得很放心哦。第14天了，这一周呢，我又降了1.9公斤，这是 FDA 认证的保健辅助食品，而且在日本的厚生省呢，也把它列入为减重的保健品添加剂。哇，今天要验收成果。我这3周来总共瘦了5.7公斤，瘦得非常轻松，非常的没有负担。Even O 煮糖仙就是吃了会瘦的糖，它可以在体内呢自主生成益生菌，完全取代益生菌。它还可以阻挡糖分的吸收，把你体内的脂肪带出体外，阻挡糖分吸收，增加益生菌，减少体脂，减少体内废物，三管齐下。就是这么简单。